佢媽媽係黎圈美，即係個斯琴高娃嘅個叫咩啊？奶奶係黎圈，黎圈咧其實就係黎文偉同埋林楚楚嘅女。黎圈大家都識㗎啦，因為我哋睇電視電影睇大咧，佢都係一個即係好資深嘅演員啊。咁只不過係去到1989年、1990年嘅人在紐約咧，佢就喺幫關導演咧喺美國飾演斯琴高娃嘅奶奶嗰個角色咁啫。咁啊，人在紐約就1990啦。一年之後嘅阮玲玉，你竟然係拍翻黎圈嘅爸爸媽媽後生嘅時期，係揾李子雄同埋葉童去飾演。呢個係咪？所以你喺人在紐約嘅時候，咪已經同黎圈問過你阿爸阿媽生前嗰陣時候後生嘅時候拍電影嗰啲得意嘢啊咁樣嘅咧？呢個嚇，你真係好好嘅主持。唔係我真係太好奇，我睇太多年，我唔知道啊真係。因為真係到九零年嘅時候，你話我其實已經開始咗做資料搜集啦，嚇。其實1989年已經開始做㗎啦，即係同時又兼開始拍《人在紐約》咁嚇。咁但係圈姨，我係純粹我覺得佢合適，我好中意佢呢個演員。當然我已經知道，包括黎姿、黎圈都同黎文偉有關係啦。黎姿係佢孫女啊嘛，係嘛嚇。咁所以，但係即係。我真的沒有跟圈姨提到阮玲玉的事咯。OK， 所以都是巧合，都是巧合嚟。OK， 同埋得意啦，即係我哋講起黎文偉啦，黎文偉戲裏邊就係李子雄飾演啦。咁有一場戲就話九一八事變爆發啦，就係1931年啦。咁然後其實嗰度已經顯示到，即使喺片中裏邊有唔同嘅態度啦。有啲人就覺得即時要支持學生。有些人就退後一步，甚至有些人要聯絡，因為那個不知道是黎明佑啊，老闆啊，即是老闆的角度就要聯絡南京政府咁樣啊。咁然後我哋在堂上面放呢段戲的時候咧，啲同學會笑，不過頭先佢哋好厚道啦，冇笑啦，因為好似李子雄嗰啲個樣好似唔係好標準咁樣。哇！你唔好笑啊，可能應該都係特登嘅，因為依個裏邊講緊呢個聯華嘅拍片嘅世界裏邊係五湖四海嘅人都齊全噶嘛，即使阮玲玉佢嘅國語都唔係好標準噶。都要嚟教佢噶嘛？咁啊，李子雄可能係演緊當時候黎文偉嘅嗰種廣東腔嘅國語噶，因為都係廣東人啊嘛，係嘛？所以可能呢個係一種寫實嘅描繪嚟噶，唔係話因為李子雄講唔到一種好標準嘅口音嘅國語啊。呢個譬如casting都係咪都有考慮呢樣嘢咧？即係都有考慮。其實阮玲玉係冇有分國語版同埋粵語版嘅，就係得一個版嘅啫。OK， 嚇咁。阮玲玉都是廣東人啦嚇，佢可能最即係佢應該一定識上海話，但普通話其實我訪問沈直先生嗰個寫阮玲玉。